好 ，Winner Final， 赢的人保银牌哦。忽略的角色也不好打 Fox， 所以他就做了个 Me Brawler， 他们很类似的 Dash Attack 和 Nair。那个超痛的，超多percent的，那完全不像他的声音。啊！就是想要偷这个命。一直想要拿这个命，动作真的很像啊，就是山寨 Fox 山 Fox， 只是这个 Up Smash 连 Up Smash 都长一样。飞人吗？没有。慢了。直接被打到肾上都喷出来。另外一个肾脏也被打到喷出来，好，目前1-0。没有肾可以卖，去买 iPhone 了。Stop the battle. Be wrong. 你要换吗？沃尔玛。稀有的 Falco 比 Wolf 强的是，他有没有在管你有没有揍我？嘿嘿，要死了，差一点。俩人都放了个阿赞。哦，这个不小心上来，没想到没有被惩罚，被前哥丢死。可以，我帮你跑。没关系，你就这样讲嘛。你可以拿这张纸的背后，你就先看人数吧，放的是太多才要再分超过、啊、看一下人数吧，不要站在那个，不要站在直播台后面。
够，只有想要多拿一点 percent 的，不行的，一个 percent。哎呦，单你了一下。哎，这个技能没挡掉，不够。又被这个丢死。好，大概一下。很重要的一下。换掉了，想用逆包的打我，漂亮的 4Q。 回上来吗？一个 up air， OK， 上面下平台，我测这个下还不够，是不是很辛苦，受不了这一命，刚好没有中，还不够，杀不了这一命，又被打了一下，啊，是的，是的。两分没遇到，痛。这个漂亮的内容，直接追平，啊，可惜刚那个抓拿到的话是找个阿克，哦，你拿走你妈出去。好玩啊！
哇！肌肉目前拉了，这场赢了他就可以突破他 XGTS 的最高纪录了，他目前是铜牌最高，赢了场搞不好就毕业了，以后不能参加 XGTS， 如果下一场再赢的话。哦 ，Richter 出来了。哦，胖胖摔，完蛋，漂亮，真的是很有冠军相，那个速度和操作的准确度。开始走下，等一下，这样正向也来不及就是这一命啊，再拿这一命，队友就晋级了。可能慌，护腿是很强的玩家啊。他上礼拜去 STC， 他打赢超神，打赢 Sleep， 他赢后就想说，我是不是应该让他参加 XGTS？ 哇，死了，没错，那个领先像是不存在一样。拿到最漂亮的一个菲尔，恭喜 Hero 晋级冠军战。You're good, but I'm better.